人类为什么看到同类的尸体会害怕？虽然看到动物的尸体没有那么怕，但是看到大马路上被车碾压死的动物尸体，是带着一股害怕且哭泣的腔调。咱们接着往下看，你敢相信吗？唯独人类对同类尸体有恐惧感，其他的动物不仅不会害怕，还会吃掉同类尸体。其实人类会对同类的尸体产生恐惧，就是因为未知。当亲人去世后，安安静静地躺在棺木里面，人类并不是害怕，更多的是伤心。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，同类的尸体并不恐惧，而且他们坚信人是有来生的，死亡并不是终点，而是换了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。所以死亡和同类尸体有什么恐惧的呢？别人的死去也不是你造成的，你只是不经意间看到了而已，难道害怕别人大半夜来找你不成吗？既然人类没有做亏心事，为什么看到陌生人的尸体还是会产生恐惧呢？人类在特定的情景下会对特定的对象产生不必要的恐惧，焦躁不安的情感涌向大脑，即便已经远离了那种情景，知道恐惧情绪不合理，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依旧有恐惧情绪浮现。因为特定的情景对人类来说是未知的，未知就会让人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那么恐惧感就油然而生了。1970年，号称机器人索菲亚能够摧毁人类的研究专家提出了恐怖谷理论。因为人类认知的不确定，就会产生不适感和恐惧感。当机器人被制造出来，行为和外表有些相似，人类就会产生正面情绪。要是无限接近100%的相似度，机器人就会变得僵硬古怪，而人类也会产生反感、焦躁不安、恐惧的情绪。因为人类对机器人会做出来的行为是未知的，心里想着，要是真的变成人了，该怎么办呢？一部分人类会恐惧同类的尸体，就是逝者依旧有人类的面貌，但没有办法继续做人类能够做的事情了，以至于某种程度的害怕感就从心里传递到了大脑。为什么动物不害怕同类尸体呢？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高级物种，就是因为比动物有更高层次的情感方式。正所谓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动物不害怕同类尸体，也不会过多的思考眼前这家伙是天敌还是亲人朋友。毕竟动物没有恐惧感，他们活在自然界的本能就是生存和繁衍，没有过多的复杂情感，更加不理解死亡是什么意思。同类的尸体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份美味的食物，是维持自己继续生存下去的原动力。就拿蟑螂来说，眼前有一只死去的蟑螂，它不会想这只蟑螂是怎么死的，到底能不能吃，吃了会不会中毒，只知道眼前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就行了。而对于人类来说，生存不是关键，生活才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当人类陷入了求生存的境地，也会无惧同类尸体，甚至是把同类尸体吃掉。二战时期，欧洲打仗的军人们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为了生存下去，只能啃食同伴的尸体。有人要问了，人类在面对动物的尸体时，不也是这种态度吗？不仅不会害怕动物的尸体，甚至还会把动物尸体给吃掉。一头猪被宰杀了，人类并不会感到害怕，只想着猪耳朵、猪心、猪肺、五花肉怎么做好吃。但是大伙有没有发现，人类在开车的时候，无意间撞死了一条狗或者一只猫后，内心就会产生恐惧感。知道自己撞上了，不仅不会停下车来，还会快速地逃离车碾压过的现场，害怕狗或者猫找上自己。
回到家里还要赶紧清洗血迹，回想到碾压猫狗的场景，看到猫狗的尸体，内心就会恐惧万分。归根结底，人类和动物相比，会害怕同类尸体或者惨死动物的尸体，都源于内心的恐惧感。我是探索君，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。